您好，我是南河谷社区健康中心的社区健康推广员陈女士，今天来回答大家的问题，我可以在哪里做新冠测试？如果您是在 Flemington Park 或者 Frankliff Park 附近的居民，你可以前往测试中心，测试中心的电话号码是647-477-1640，重复一遍647-477-1640，那里有提供你的语言的服务。另外，你也可以随时前往，不需预约，所有的测试是免费的，不需要健康卡，所有的结果也是保密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在等待我的结果期间可以做些什么？你应该留在家里自我隔离，直到你得到了你的结果为止。谢谢。